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玩酸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巅峰极速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讲这个转蛋几率啊，就是大岩上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有些玩家在巴姆特有提供一些几率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讨论一下。当然旭哥觉得最近官方蛮佛系的啦，每天都有送抽，然后有十连抽嘛，那这样加一加可能也将近500抽了，算蛮爽了。就是将什么钻石啊、转蛋券，算福利不错啦。但是有一些几率问题，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。那反正旭哥是无氪嘛，比较没有影响到那么多，当然会玩起来会有点不爽啦，但是氪长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多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官方，然后一些资讯也可以去询问官方相关的几率的问题。好，还有这游戏最多里巴马隐藏版的序号2024最新的序号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里巴马、礼品码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来免费抽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到底 P1 可不可以中啊？已经。差不多很接近保底啦，反正没关系，旭哥就跟大家玩一下，跟大家拼一下看看。好，还是没有，已经抽了70几抽了，照样不出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真的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出。刚好最近这几天比较忙啊，没时间。原本是想要录这个几率的，刚好今天这一集攻略来讲一下。所以这一攻略呢是热腾腾的，旭哥来直接实测这个几率。所以是现在最新的资讯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旭哥已经抽了73抽，确定是没有出的73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一下第74抽。74抽，只要再没有中，74抽没出金哦。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几率哦。出金第七十四抽，马上讲纸，74抽呢出一个纸车。好，我们在第74出一个 BMW330。好，所以旭哥已经出了74抽，第75抽来，我们来实测给大家看。所以其实它的几率以 1.25 拍来讲，这个旭哥是觉得出的几率很诡异就对了。哦，出金了是吗？好像是刚刚没有放烟火，利否啊！好，各位观众，你看旭哥抽了这个，那旭哥抽了。P1 的词，然后出了运动组的地缝，有没有？蛮屌的，真的是很傻眼。实测给大家看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旭哥出的是麦拉伦的 P1 的词，那他出的是运动组的地缝，所以这个几率到底有多低啊？好，这些车的几率是 1.25%。那你好死不死，偏偏就是会出运动组的，有性能组的、啊、什么就都会出运动组，也是蛮屌的啦。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8台里面呢，有7台极限组的，然后有5台性能组的，但是我们就会好死不死就是会出运动组了，没错，这个几率旭哥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。他的运动组就是特别会出，就蛮屌的。我们抽 P1， 然后出这个 DNW 利否啊，这个啊，不知道该怎么说哎。这个官方应该也，反正这个游戏玩久了，可能玩家也慢慢的有在变少。像旭哥现在同时上线的只有10个左右吧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该说什么呢？11个。这边啊，旭哥好友有154个，那在线上的有11个，在左下角大家有看到这个线上人数吗？11个，154个好友，所以该说什么呢？我觉得在抽卡机这一块呢，旭哥不是很满意啦。那官方可能有他的策略啦，但是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种
每次抽都抽到有点无言的一种感觉，就是有种很无力感。就大概要抽到75抽，或是到80几抽才会出金。然后出金的时候，你看抽 P1 它会歪出运动组合车，而且特别容易出运动组合车。这个有一种玩到会有一种无力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这种感觉啦。啊，不知道，反正官方可能不知道会不会 care 这个感觉了。以旭哥这种无氪玩家，实际上玩起来的，所以真的、给大家看一下，150几个好友，那现在在线上10个人了。你看10个人在这边，10个或11个，刚才是11个，下一个下线的呢，对吧？154个。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巴姆特有在岩上的一些情况啊，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那几率的问题呢，其实也不是只有旭哥或是很多玩家在问啊，巴姆特的网友有在问啊，就是到底什么鬼，应该就不是一个单一事件了，非常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，到底什么鬼几率嘛，这个一个问号。这个是今年哦，1月29号发出来的，这个1月29号中午12:06，这边有讲，基本上就是说他抽的，他花了很多钱啊。他说花了快前前后快10万嘛，然后抽出来就是很不满意他的金车，然后什么25%，反正他的讲了一大堆啦，就是他基本上是在抱怨的。然后下面就有玩家有提供很多数据嘛，什么反正大概都是90车会出金啊，这边讲说 P1 说200车90抽金，反正大概是这样子。他大概就是大概都有在骂一些啦。这边，然后有些人就是觉得还好，有些人觉得有问题，大致上是这样。我们看一下，以旭哥的经验，就是当期的车，尤其是极限组合，真的很难中。好，这边都有一些抱怨啊，每个人有提供数，那好像有一个是数据蛮多的，啊，这边有一个数据。有一个抽布加底，然后他抽940抽出12金。那12金里面呢，有中了3台布加底，然后其他都是用换的，所以12中3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 ，P1 抽了960抽出10金，等于是说他平均96抽才出1金，这蛮屌的，96抽出1金哦，因为 1.25% 大家可以去乘一下，所以也是蛮飞的啦。然后出十金里面中了2台 P1， 这是他的所有的数据，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。就是很多抱怨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，很多抱怨。那这个标题到底什么鬼机遇？这个闲聊的这个讨论串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旭哥来平衡一下好了。其实最近怎么讲，有送很多抽啦，所以扑克玩家还是可以白嫖啦。那就是。你可以抱怨啊，也可以就是白嫖啦，看你要怎么玩啊。但是以旭哥来讲，觉得他这个长期来讲，他的玩家像现在150几个好友嘛，只有10个在线上，大家刚才也看到了。这个我觉得以旭哥的角度来看，可能官方要去注意一下啦。反正旭哥是无氪玩家嘛，所以就是不花钱的，大家也赚不到我一毛钱，所以比较不影响。但是他假如是要去赚氪场钱的话，他可能要看一下。大家的反应，反正就是大概是这种东西啦。反正，哎，有些人就是说就是运气嘛。反正有些是有数据的，旭哥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啦。这种，这个有数据的啦，940抽12金，然后。960抽10金，这边都有数据，大家参考一下吧。好，就分享一下，其实蛮多抱怨的。这个文章叫做《到底什么鬼几率》，大家也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。很多玩家都有提供意见。好，就分享，算有点算是延上啊，在讨论这个议题。2024啊，最新的礼包嘛。首先呢，点画面右上角的齿轮。齿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礼包兑换码。礼包码兑换就是虚宝需要，在这边输入就可以了。那 iOS 玩家请看旭哥之前有分享过，那边有连结 ，iOS 玩家要去那边换，就是有一个连结。那 Android 玩家就在这边换。那、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直接问官方，也不要问旭哥，这个是官方设定的。好，
2024最新的礼包嘛，来，我们输入这个 HAPPY， 然后2024 HAPPY 2024，按立即兑换，它显示兑换成功，到信件去领取奖励，最新的礼包嘛，这个是真的实测可以用的，最新的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大家爽爽的用起来吧。那 iOS 的话，去这个网页兑换，旭哥其他的影片攻略最后面有分享那个连结。那不要问说旭哥为什么没有这个礼包码兑换，因为你是 iOS 的，所以要到网页兑换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？是官方设定，所以不要再来问我了。好，这个最新的礼包码确认可以用，那我们到信件，旭哥领给大家看，确定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是真的可以使用2024最新的，所以不用再多问了，实测给大家看 ，OK 的。